我过去在非洲、美洲、欧洲等多地工作，但对香港啊并不陌生。从事外交工作30多年来，我曾经十几次到访香港，留下很多美好回忆。香港是一座饱含历史文化底蕴的魅力之城，也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国际大都市，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。我这次到外交部驻港公署工作，深感使命光荣，责任重大。我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引，忠诚履职，勇担使命，不负重托，带领外交部驻港公署全体同事为国家担当，为特区服务，与香港同胞同心同行，为"一国两制"伟大事业做出贡献。